哎，你这小子往井里跳干啥呀？哎呦我妈，裤衩！我想找淑芬，这不是大主播这玩酱吗？志哥，给你水喝，静静。志哥，是我、啊，我是你的女粉丝。女粉丝？哼，我心里已经有淑芬了。难道除了淑芬姐姐，志哥心里容不下其他女人了吗？人家好不甘心呐。其实这小姑娘长得也行哈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哎呀，你别哭啊，我不考虑你吗？哎呀，抱一抱，抱一抱啊、哦！对，摸摸毛，不上火，静静最可爱。哎，你看这回舒服吧？啊、哦，舒服不？难道这就是爱情的感觉？哼，再给你放点电，滋啦滋啦。啊，志哥好温柔，好有魅力。静静乖啊，以后咱不哭了啊。志哥对你好，哎，静静，我也是一个主播。你是啥主播呀？我乃是海岛第一战术主播驴教官。小驴着没听说过。哎，静静，你听说过这小子没？啊，驴教官，小驴，这傻逼是谁呀？不认识。